这好奇怪，为什么会有像美颜的一样呢？但是我明明都没有调它。啊？我说它那个滤镜，就是我都没有调它，然后感觉像美颜了一样，就是瘦脸呀什么那些，但实际我并没有。我像花的清风。追寻同一个方向，不管。因为帽子把一半的脸都给遮了，所以说就显得很小。哎呦，哪里分那么多嘛？我这个是因为它暖和。我说它是我们侄女帽，它就是。找我连麦。什么呀？你和我连麦，你这是夸我吗？对，就是夸你。好的，那我接受了。你们今天晚上不回去吗？回不了啊，他车不让上高速啊，你知道我们坐车要坐6个小时。天哪，我以为只有4个小时呢，结果又坐6个小时。天哪，听六得个好小累呀、啊。时，天哪，真的是。我们是从早上8点坐到下午3点，天呐天呐，那你们还你出去玩了吗？我看他们发了那个孟总的那个遗失的那个视频。没有，太早了，起不来，而哦，且也确不实好好玩心疼。儿。确实，他们就是去拍拍那些什么照片啊，白帝城什么的，什么的。就是去打那个你们卡，明天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明天一早呀，明天8点钟就出发。天呐，天呐，好辛苦！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然对后呀，晚那上晚上还要可能排下星午空才能演到。呢。对啊，明天下午又有星空演，要排那个星空演。天呐，你们好累！救命！我们肯定下午才到，他肯定晚上7点才排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哎呀，婶婶你真好看！好的，你也好看。救命！我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平时在一起的时候没见你那么不好意思。我平时就不敢。我跟你说，我感觉他这个滤镜啊，我都没有调它，我觉得它有瘦脸功能，显得我好像美颜了一样。对，确实就是打开了之后，它就自动给你美颜，然后瘦脸磨皮了。但是我刚刚调了呀，调了，我感觉就是没有，而且瘦脸那一栏我都没有拉，它就自动感觉像瘦脸了一样。但是没事儿，你本来就很好看，然后不管瘦不瘦脸都很好看，真没的。有，哎 你们那边冷不冷呀？我看你穿的好少呀。房间里开着空调的。你们晚上吃的什么呀？吃的那个什么烤鱼，烤鱼哦。啊，好爽！我下次要过来跟你们一起吃东西。好久没跟你们一起吃饭了。可以啊，回来一起吃啊。但那就可能要过几天了，过几天但排练实之际后。也没有那么好吃，并不好吃，我觉得刺特别多，我都不想吃。啊，确实，我也不喜欢吃那种刺很多的鱼。哎，凤姐不是很流行那个什么蛏子吗？你们有没有吃那个蛏子？没有吃，就是没有时间去买。确实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太忙了，太忙了。哎，还好，就是很冷，确实比较直男了。烤鱼刺很多吗？最后怎么啦？什么？我还好吧，我没事儿。好不好意思哦，什么？我没不啊不直男啊，毕竟我也是个直男的人。你还因为我。
没事，就很想想，很哎呀，没事，下次一起吃饭。我啊，他吴学宇说你是在玩什么打赌游戏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游戏输了的那种，说一句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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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正常。吴学宇觉得我不正常吗？吴学宇他觉得你正常的。嗯，我刚刚是想说什么突然忘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就很想跟你连麦，然后我本来想跟你连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下了，然后我就他们叫我吃东西去了，我本来不吃的，然后他们说有土豆，然后叫我去吃。哎，我正好进去的时候，我听到孟总说给闪闪留点，哎呦，我当时还听到挺感动的。确实确实，孟总也知道你喜欢吃土豆块了。主要是看看他有什么有时间吗？我们平时，你不是平时上学吗？你没办法。确实确实，但是我之后，我等我放寒假，我就非常非常的有时间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一起去吃寿喜锅。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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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那你就先播吧。好的。回来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回来再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先挂吧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。嗯，是，就很好笑。我顶着这个美颜脸，我真的是笑，我就觉得我就是很神奇，我就看自己很奇怪。不是，就是我们平时也有在一起玩啊，就是什么的那些，感觉就是，确实，我们晶晶呢是有一点点害羞啦。这样要亮一点。哦，我刚刚吃完饭出来，我就看到那家馆子对面有一个厕所，那个厕所吧，它很神奇，我就是觉得就很神奇，就现在怎么会有这种透明的厕所呢？就是没有门，它前面就是一个透明玻璃，我从外面看到，我说我当时觉得好神奇啊，我说为什么这个厕所没有门呢？而且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这个谁会在这儿上厕所呢？我就觉得很神奇。我们之前在那个我们就办活动的那个学校也是，他那个是门是半截的，我就觉得太神奇了。可就在外面就可以看到啊，干嘛要进去看？外面就是它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。你在干啥呀？在找光。吴学宇找光找了十多分钟。说不定一会儿我下了你还没有找到光。不是，没有门可以理解，但是它对面就是男厕所，你至少就是不能对立着吧。就是对立着，就是你没有门的话，就很尴尬呀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就我高中的时候那个厕所它也是没有门，大家就很正常。但是它不是，就是对面它是那种并排着的，就是男厕所在旁边，然后女厕所在这边，它不是对立着的，就不会这样那个。嗯，但是我看到那种透明玻璃的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寻着光，寻着光，寻着光。没办法，我真的我调了，他没办法。自信的人也不敢这么上厕所呀。但是我刚刚调了，我真的没有把那个瘦脸的打开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他有那个基础的滤镜，然后加上光。
我在情绪，我在我情绪直播的时候就没这个样子，没这么那个，就是那么瘦，没有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太圆了，就有时候都，就看着脸都没有那个轮廓了。那也没有内瘦啊，我倒是希望我瘦一点。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是谁？就是谁说看到美女要下跪？是谁来着？我都忘了。哦，对对，是美善，笑死我了，她太可爱了。好吧。不好不好，寻着光，寻着光，寻着光。那倒不必。那还是不行。就我们那个剧场根本就划归不开。我看了那个北京的那个公演，我看到那个七七还是六六，我分不清楚他们俩，就是，然后他和那个就是那个太阳，我觉得他好小一只，就好像那种就小学生的那种女儿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一看到他跳天的时候，我说怎么能这样。什么的，我没有堵麦，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呀？我没有。这真的真的很可爱。我的手在这。我之前最佳拍档的时候看到他俩就觉得太可爱了。我看了一下，他们好多歌都是我们就是也是还会的，除了最后一趴和前面一趴。你亲妹妹也挺像女儿，是挺像的。看到我一样像女儿吗？我直播结束了。啊？对，这么如此的短暂。不然我的麦坏了，我说话听不见。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我怀疑你就是，我怀疑吴学宇就是故意的，不想开直播。没有，真的。他堵麦了，我信你个鬼！你有本事，我来，给我这个位置给你播。我这里光特好，才怪。他就是不想播，他结束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知道为什么麦不行，我耳机连着的。哦，耳机好的。你有病？不是耳机壳，哦对，耳机在袋子里面。哦，那也不对啊，你把耳机关上，它怎么可能连上？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现在关。太好笑了。吸收不了。哎，我这儿给你用。哎，有啊，我没借多久呢。不想播吗？直说吗？你看他笑的样子，就是知道他其实有点不太想播。太怪了！你说真话，你说要说真话是吧？来呀，谢谢你的圣诞猫。你在他坐在地上播，真的是。不是因为找光，昨天我今天化妆的时候，我在那儿我就。看嘛，我们那儿有个麻将桌，我就在那儿化的妆。我说这里光好好哦，然后他刚刚坐在那直播，他找光，这他说这就是你所谓的光好，那是因为他自己他平着这样，然后他打顶光的话就没办法，他只能这样仰着，因为他说他的麦坏了，
主要是啊，我说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没办法，早知道不预告了。滚啊，瑞华，你知道逼我说真话吗？我跟你说，你确定我说真话吗？没有，我在说假话。什么 ？Lucky，Lucky， 他那个是麦没连好，那肯定两个人住啊，不然一个人住啊。我们还住的是尾房，特别吓人。虽然也没发生啥。是的，和 Lucky 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。不行，哎，昨天他是给我取个啥英文名？哦，不灵不灵，太好笑了。你怎么还没有开始播呀？因为长高长得好看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霍家看我的麦好了吗？啊？不是霍家看我的麦好了吗？哦，应该好了。什么洋气？对呀，不灵不灵啊。他取的布灵布灵吧，我记得。我取的善善。哦，好的。我主要是我记忆里他取的是布灵布灵。哎呦！要把我的衣服穿上。可是我已经找不到我刚刚觉得好看的那个。那你不可能一直都那个角度，你要这样亮一点。晒什么？我买了也不行。不冷啊，但是有一点点。买了也不行。啊？他有女朋友？你有女朋友吗，吴秀宇？不知道。他们说你有女朋友。你有女朋友，你还和我拍照？我给你拍照怎么了？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吗？那你女朋友是真的爱你吗？她说这是工作啊。工作也会吃醋的，好吧？那我不太清楚。你失恋了？没有你，你现在你没看我整个都蹲着的吗？我手机都是这样子的，你是不是搞得很奇怪吗？你这样。对，工作我们是。对呀、啊，我蹲着呢。对，我在一边上厕所一边直播。我靠！你好幽默。你们信不信？我行，我可以，我要把我的这个视角给你们看一下，吴学宇在干啥。哎呀！不要拍好嗯，谢谢你的平安果。那当然了。他不让我拍，还不让我发他表情包，主要是他报复心太重了，他居然发我表情包。不是，是因为我不知所措。因为我一看了一下，我的前方有点乱，我就想想算了。放在这里吧。噔噔噔。啊，可是没有支架，有支架的话就是。至少就是那个，你们看我这个，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什么的，还可以支撑。我就蹲着，这个光会正常一点，我立起来光很奇怪。你看这光很奇怪。我看到吴学宇，我太想笑了。不是，他每天，你每天都在摸你那头发。
眼睛就会看一眼。那当然，毕竟都是我们了。我百搭。再说我这个它都变，感觉像变黑了，一点都不果冻色。啊，这个算了吧，不好拆散人家。我可不做第三者。做谁的第三者？睡睡和醒醒的，谁？睡醒了，爱情睡醒了。我露脸了，这不露脸了，这不可以。那倒也没有，毕竟有道德底线。只有这样灯光充足。我已经举累了，酸，不想举了，我想有个人来给我支撑住。啊，这个您这是喝多了吧？喝多了才会吐一盘。他蹲着的。我现在是坐着的。你坐哪儿？你坐地上啊？我坐在那个床垫上的那个床的上面啊。什么的上面？哦，我去！你知道它是什么吗？床上的那个。他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啥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啥。你知道我的角度都奇怪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骗你，我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我现在丑的话，大家也别不行，因为太乱了，前方。就是别嫌弃我，毕竟我的角度很刁钻。那直播呀，因为我这个光，因为我们住的酒店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啥。他头顶上有一百颗灯。你知道有一百颗灯在你的脸上是什么样子吗？完全无法找到一个合适。这块太长了，我没有闪闪闪闪闪闪怎么播？他站着唯一一个。狗屁！你在你到这儿来，你到这儿来，这也行。我跟你说，我让你，我让给你。他就是不愿意。你真的来这里，这里光要比你那里好一些。我不在这里，我在这舒服。哼，说的好像这里不舒服一样。他就喜欢这样。是的。他女朋友在哪儿啊？我举累了，我只能这样趴会儿。你女朋友在哪里啊？我啊，在广州。广州？嗯、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都不知道他是谁呢。今天化妆是今天出外务嘛？我今天穿了素颜啊。你今天去录了什么？诗歌节的开幕，然后我的素颜呢？然后我素颜，然后回来给我做诗，就说我淡妆浓抹走香凝，就一把吸着雨徐。虽然这个光暗了一点，我出显得他素颜了，我真的是化着妆，但比那个顶光强。
干嘛要蹲着坐着呀？我应该播会儿也是去洗漱啊，是在吐吗？你好，谢谢你的巧克力。嗯，到了。还有一些薯片渣，看我的小熊可不可爱。谢谢你的糖果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去年不是画那个圣诞节？我们明天8点钟出发。想想又痛苦。谢谢你的平安果。好想吃，把另外一盒吃掉。谢谢你的荧光棒。怎么可能有？谢谢你的明入胸针。啊，这光怎么亮一下？刚刚那个光下，哎，你看，是感应的，你要这样。我笑了。你要吼一声！你看，现在就白的吧，我整个就白了一大圈，我现在像金毛狮王。我要再想想，我啥时候下呢？啊！我欠费了，为什么5块钱？你是故意的吧？你这是想没有网 ？WiFi， 大姐。谢谢狗的荧光棒。是的，它很暖和。不是我的，就是他发短信给我说，我欠了5块多钱。我不是有50的额度吗？怎么欠5块钱就给我发短信了？真的是无语。而且我前几天才交了50块钱呢。哎呀，中国移动真的是让人无语。我就想在这儿。我有时候中国移动真的是气死了，它正常的地方它都没有网。确实是这个原因，其实谢谢你谢谢狗的我手上哪有戒指？我身上这个黑油，反正都很轻。哇哦，这样累，但是这样光好。骰子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那我毛孔老是不断流泪。太累了，在这里要怎么找光？是一个无情的雨人。雨人，好笑吗？你生活过得多苦啊！我说一句话你就。因为你是我的快乐源泉，不是你说雨人。雨人啊。让我想起了跳的暗语。我懂，我直男。我想躺下，但是我的耳环它那个，哎是。还硌着我的耳朵，但我又不想摘它。检查睫毛，有没有人可以数清楚有几根睫毛？
反正我用的是移动，反正都不好。我只这样灯光又不好。到底是爱的东西还是可爱的东西？还没你的多呢，快给我送出来呗！在这说这么多，什么意思？我也觉得干脆电台吧，干脆直接下了吧。太累了。哦，我的肉。谢谢草间的圣诞卡，谢谢。有雪花从我的脸上飘过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是这样唱的吗？嗯哼嗯哼，噔噔。我用我的眼睛给你们直播可以吗？或者是用嘴巴，你们直接看到我说啥就行。真的很一般，耳朵还能高下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眼线可是不会晕的。说什么呢你？噔噔，我用我的小熊给你们直播。小熊说：“你们好呀，我可爱吗？”哎呀，好美！嗯，这个光挤的皮肤好。但是我管你要不要，我就是要。小熊多可爱 ！Hello。没有，他活着。打开原相机看自己更美了。我找到了一个好看的，哦，没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他有瘦脸功能，快看他在抖哎！我就说我脸怎么那么瘦啊？他在抖。太好笑了，我明明没有开瘦脸。怎么会这样？梨子都打错了，好。他自动就给我瘦脸了。非常长，我后天就去剪，明天要去。自动就给我瘦脸了，但是如果我现实中就这么瘦就好了。现实中这么瘦就完全不用减肥了。我眼睛往上看更美。我还是觉得我的脸有点点胖胖的。好不好？对呀，它就是好像自带的那种，然后就是有一个什么那个，然后我点击那个瘦脸的那一栏，然后它是没有的，它是显示为零的。啊，是吗？哦，现实中这么瘦的话，用相机或者原相机什么的那些，它就不会胖。对啊，大巴车回重庆，我们是坐大巴车回来，我去看厕所的功夫。有些时候就是。有些是角度问题，角度会显得很胖，但实际我是有点胖。我再减一点就好了，我再减个三斤。我就要减，我不要长头发，我要短头发。我就要减，我就要84斤，不要90斤。不，上镜会显胖，这是真的。现在是因为有这个美颜功能，它自动给我那个瘦脸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。我现在站着吧。
我只是想瘦我的胳膊和腰而已，脸的话再瘦一点点就够了，在在不用瘦太多。在这个客厅外面可以吗？可以不要说我的上厕所啊？是吗？可是我的腰和胳膊很胖，所以说我的话我都没有穿那个露胳膊的那套衣服了，我都换长袖了。对于我来说有趣。你们不用管我，让我慢慢的剪下来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个语气很好笑。你就站着上厕所，为什么会有人说你上厕所？就是剪一点就好了。确实，因为它会让人很开心。现在来扣一，哈哈，你好幽默。我以后就这样化妆了，眼影不用太重，画眼线就够了。主要是卧蚕要大。不是显得眼睛大，是它这个美颜显得眼睛大。你家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只去家里面是那种大平层，而且里面有5层楼的那种别墅。不，我要去那种。不是，是因为美颜显得眼睛大。吴雪玉好累啊，她要去把灯光，每次一熄了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我要把那个枕头拿过来。可以啊，但这样灯光怎么没有刚刚那么好了？还是这样。什么？你上次让我什么只抽两张什么？但是我一会儿就要睡了，因为他那里光好呀。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因为他有女朋友，怕被误会。手指累。不是，我当然知道元旦是1月1号啊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元旦公演会是在哪一天。哎呦，累了累了，手累了。我只是他的同事。我们只是在工作。谢谢酷洛洛的奶茶，给你翻译成中文。一个人的寂寞，两个人的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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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歌？
并不是。我要到30的时候就下了，我要去洗漱了，因为我8点钟就。我也是8点钟，我怎么不去洗漱呢？因为我比你开的久啊。哼。倒是还好。好的，看看你的。只是说明天7点半要起床。虽然我也没啥行李可收拾。那我的是什么呢？我的是第7美颜，美颜两个是必须存在，只能把前面带。一个人的寂寞，我喜欢两个人的错。我不高清了，我怎么不高清了？我看着我自己挺高清的呀。等到30，我这个梦都是随机的。我那天我就是来的那天做梦，就是做了，就一路上都在做梦。我梦到就是我们就是进入了虚拟世界，我们的车到达了一个终点，它就是一个要去做一个什么游戏，那个外物成为了一个游戏，就是我们全部都要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。为啥？啊，这个看不懂。我在梦里要吃人。我马上让位了，给你让位。你最好在这里播到半夜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就看你要播到多久。虽然我们都是8点要出发，但是你那么爱直播是吧？我就等着。我爱呀。那你为什么不播？那你播，我不想，那你就在那儿别动。但是我的爱是克制的。那你不是真的爱，爱是放。爱就是克制。真正的爱克制不了，就是、你爱他，你就要克制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们也要睡觉啊。你以为哈？你那个是小学生的那样，就是我爱你，我就要每天见到你，我要就是那个。所以说那就是小学生的恋爱呀，成年人的恋爱当然要替他对方着想啊，对方也要工作，第二天工作睡觉是吧？那我心疼他，我就不能让他一直看我直播。别听他瞎说，谁也别听。哼，我现在就是想要辞职了，每个人都辞职了。本来就是，哼，我的这是成熟的爱。成熟的爱，但是真正的爱上一个人就不会。我说爱的定义不是一种，你的爱是你的爱，我的爱是我的爱，知道吧？谢谢你的荧光棒。确实，所以说马上30了，你们要该睡觉了，因为明天要工作。我喜欢成熟的爱。谢谢黄雕鱼的圣诞树，谢谢谢谢，雪花飘飘。我今天的我有点点不一样，是哪一点点不一样？不会是那？谢谢工厂的奶茶。可别辞职！你想想你要是天天都被黏着，然后工作也工作不了，那多难受是吧？是迟早要分。我不懂这么
所以说你的爱是幼稚的。谢谢你的糖果。嗓子哑了，我要下楼。我觉得我以前很温柔。我要下楼，谢谢你的糖果，拜拜喽。你们也早点睡哦。拜拜，晚安。看，好烦！你看它会动，太好笑了。晚安，拜拜。下喽。肯德基星期四，那你说一下，今天不是星期四。33再下吧。33在下。每次说的疯狂星期四的段子，没有人一个人请我吃疯狂星期四。现在是32，就等着33下。画的，他怎么还没有到33？因为他就是33就闪闪。闪闪，嗓子哑了，闪闪闪闪闪闪。因为我是布灵布灵。好，到了，拜拜喽。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我明天。